你是什么人？花虚帘月罢，莫待晓风吹。快，快乐！当今国师袁天罡。 占用炼丹真骨之邪术，骗历代皇帝对其严兵祭祀，更是秘密组织不良人以不良帅自居，残害忠良，无计徒刑。赶紧滚！ 你的命亦不值。世上所有的人都是。准备大帅出征。大帅不会真的来，那就从这里走出去吧。 看劫，百年一见。